了下面观看方块三十的表演。我们的方块三十首先介绍了自己，然后砰一下，哇哦，这里变成了多少个方块三呀？这些方块三变成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，然后又全部合并在一起，又组合成了方块三十。哦，这边方块十要出发了，啾啾啾啾啾，方块十到了台上，停在了方块三十旁边。这下有四个方块十了，四个方块十组合在一起会是多少呢？没错，它组合成了我们的方块。